我是何敏娟，今年76岁，进行戏曲声乐教学工作已经有几十年了。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，我看到很多学生还有很多戏曲工作者，由于发声方法不对，演唱过度，声音出了问题，我觉得这样的牺牲太不值得了。越做这样工作，我越觉得这项工作的重要和必要性。像有名的杨春霞同志、李崇善同志、王蓉蓉，都是在我这里进行过声乐训练和研究，他们都对这个非常感兴趣。戏曲学院的很多中青年教师，他们也都很重视这项工作，所以戏曲声乐工作面就铺开了，影响也大。最高也是开心。我虽然今年已经76岁了，我从来没有退休过一天，上课一直在坚持，直到现在教研究生，当了研究生的导师，我也还在做，这都是应该的吧。教导一场，他的表演非常有男子汉的那种风流倜傥啊，豪迈的东西。红啊悄悄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上一节课我们听了小郭同志的评剧，他唱得不错，也给他纠正了一些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，也听了越剧小生陈丽宇的演唱。陈丽宇呢已经在我那里上过很多次课，所以他原来的那个女生的那个东西还要多得多，现在已经是改了很多了。小生还是再唱一遍，然后再请青衣来唱，这是今天课的内容。好，现在开始。何老师，我觉得您说的声音就是成一条线的感觉，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戏曲的一种停顿音的时候，我就会这个线可能会断掉，就比如说方程啊，旧的这个啊的这地方，我就是怎样才能把它处理的更有线条感？戏曲讲究字断情不断，你就逮住这个，你不要那一断把那个情也断了，又另起一条线，还是在那一个线感情线条上，声音也要成线条。也就是平常您跟我们讲的，就不光是肌肉这各方面的控制，对，还有就是情绪上的一些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再来一遍啊。好。
一到高音就躲，因为躲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会躲呢？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音高了，我不躲啊，我只还按前面那样方法唱，他就声音好像要破，就是没有学会真假声混合。现在就要教他学会混合，真假声混在一起，不怕高也不怕低。怎么混？主要是靠那个往下走的那个劲儿摁住了。那比如说无心看，嗯，无心科，他呀啊，就要无这无下他下去了，他心啊一不到高音就那个气一下拎上来了，嗯，要还在底下无心科，嗯，哎，摁住那个。起福星空不错，加上有点小缝，你是福星空了一下，那个空白不要，福星起福星空三彩素白蓝想躲，还用那办法？夜在冷月寒悠悠。哎，应该说有了，但你还是停顿了一下。你寒悠，这样的啊，寒摁住了，悠寒悠。就不躲了，就要找他的惯性。对对对、嗯，不躲了，不能到高音就躲啊、嗯。嗯，往下唱。在中有定，夫子素一并相思，明记。女性化了，明镜呀碎，好容易盼得不得养子孙，撒足了三界鸳鸯。青色东望怎夫妻花草月季永不醉。对，挺好。最后一句应该多用点气，谁随就是北京话的愁，就发愁，哎，非常愁，所以你呢，就不怎么愁，随就出来那个情绪了，再来，拥抱，哎，抱，别躲，拥抱，对，对。请坐，小宋，你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宋慧茹，今天想请何老师为我指导那个《贵妃醉酒》选段。
总的感觉嗯不错，有那个杨贵妃那个可爱的那妩媚的那个感觉挺好的啊。现在就是说你有几个高音特别好，你那个用气特别对，你那个摆架就气特别浅、嗯、对对对，哎，你自己身上就有好的东西，你拿它借鉴过来啊，玉兔吧、嗯，下走。不要拉。对，再下去。浅了，嗯，当当，找这个，好好雨，嗯，好雨，好雨，当哭，下去，对，不错，唱，唱。打他带地你就要出来、啊、下去、啊、再下变死、啊、唱我我你进步很大，进步很大。那个乐和弓，这个乐就唱得好，弓就差一点。乐你就是，别动，弓这样不要，弓。哎，那弓是俩人唱的，哦，突然按了。有的时候，哪都别动。虽然我在说话，我哪都动，弓还有点。哦，明白吗？降，落到这儿，不要落到降，落嗓子眼儿，落到降，落到桌面上。对，声音有依托，有支点，就怕没有支点的声音，空空旷旷，不没招没落的不好唱。再来一遍，我挺爱听的。一直唠到这儿，降，唠到这儿，不要唠到降，唠嗓子眼儿，唠到降，唠到桌面上。对，放出来。不错，兵乱粗布转台接大胆。放出来啊！对，
子的样量也不错，身子量也出来晚了，冬。功稍微差点，但是你最大的进步是不抽舌头根了。另外，你的高音也知道怎么摁住底下，是吧？胆子就大了，就有依靠了，声音有依托，有支点。你就怕没有支点的声音，空空旷旷，不没招没落的不好唱。我听了你们三位同学的演唱，我非常高兴，你们身上都闪烁着演员的光辉啊！第一个。有强烈的演唱欲望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演员没有演唱的欲望，他是唱不好的。第二步才是怎么把这个欲望科学化，啊，技巧用上，然后把情感揉进去。情感就在技巧内，技巧是为情感服务的，他们是互相相辅相成的。有时候你情感很好，但你技巧不行，你的情表现不出来。但你光有技巧没有情，人家说是嚼辣，一块辣没有甜味儿，嚼到最后还是一块辣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又要有技巧，又要有情绪，又要在技巧的基础上把情绪揉进去，把人物的整个的感情和他的处境通过你的唱，似乎让人家看到了一个小品，其实就是你一个人在唱，但是你这几句唱让看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时代，他曾经过去干嘛，后来怎么着了，现在又怎么着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好像这样，这一个人唱这一段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品啊。所以你像你唱那个杨玉环也好，你唱的那个洞房那个也好，都有这个问题啊。你那个包公赔秦啊，都有这个问题。你并没有把整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但是你这一演唱这几句词儿，你那个感情，你那个吐字，你那个字里行间的那种情绪的流露，已经给我们感觉到这一段戏是基调是什么，哎，感到好听。啊，是这样，那所以我很高兴你们的进步，尤其是小宋啊，今天没有那个舌头根儿往里抽的那块瘦肉那毛病了。有的他不抽舌头根儿，他撑嗓子眼儿，他不是放松，他是撑开，他有一个劲儿，那就唱不好啊。要放松又不撑，就是好的。然后底下的真声带就可以很自如的工作，他该怎么干怎么干，
然后你的气又知道往下走，你就是永远赖在这个气上，不要离开它，它是不能离开的。离开了气的歌唱是没有生命力的歌唱，气永远是根本。现在剩下来的时间呢，就看看大屏幕上戏迷们给我们还提了些什么问题。何老师您好，我是一个戏迷爱好者，我有点问题想问问您。在这个吐字发音这方面，还有时候这个唱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气啊不够用的，或者这个导板这个腔觉得还没唱的那个，还没唱的那什么时候，就觉得人家胡子还拉着呢，就唱不出来了。像那个就夫妻们打坐坐宫里边的，夫妻们这位戏迷朋友提的问题很有代表性，因为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因为不知道戏在歌唱当中，歌唱不光是唱歌，唱戏也是歌唱，是歌唱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技巧。因为没有气做基础，他的声音绝对不会好。那么他刚才讲到气不够用，那么我们刚才做的那个打嘟练习，我希望这个戏迷朋友能够回去练一练，你自己练练，你会觉得你的气逐渐逐渐够用了，你就往下走，走到快没的时候，不要靠肩膀脖子去挣扎，就靠自然的，没了就没了，就拿小肚子感觉一收，然后就这么练练练，越练越练它就长了。现在看看还有没有。何老师你好，我唱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迎来春色换人间，宋风吹这段唱的导板上去了以后，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气力它是收，有时候感觉到很费劲。您说，你看，您听着我唱唱。提一个另外的问题，他刚才唱了两句《朔风吹》，我觉得他有假声带，用假声带的嫌疑，所以他虽然声音很亮，风吹，他这样的有假声带帮忙，假声带帮忙也影响正常的运气，因为他卡住了，他没办法。我要求是嗓子要是放松的，气下去的，您这卡着呢，他气不好下，也有关系啊。等把喉咙口放松，气下去，下去以后完了时候，哎，找着那感觉了，你越练气越长。郭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唱京剧的时候，就是唱一小会了，嗓子就不好，那个教我什么方法？我唱了嗓子好，可以都直接唱得长一点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多半就是方法不对了啊，或者假声带用的太多了，是吧？或者是就急卡，气往上提了，嗓音急卡了，这样唱一会儿当然就很累了。我们这节课呢今天就到这里，下一节课他们三位都要穿上戏曲的服装，把他们的唱段表演给大家看，希望他们有好的表现，我坚信这一点。现在下课。我觉得就是这两天跟老师上完课之后，然后觉得有些音就是发的比较通畅了，本来以前那些音比较狭窄，现在老师说一沉气，然后就感觉那个音量也大了，然后音也发得比以前更好听了。而且第一次跟老师上课的时候，然后是舌头根会起，后舌头根，然后就
阻碍发生，然后说今天没有了，然后特别高兴，自己以后也想研究研究发声，不要把就是嗓子唱坏了，最好就学校能多开设这方面的课，然后让我们去学习。通过我的同学老师推荐到了何老师呢，何老师就很耐心很细心地帮我解决问题，从我的气息上浮，他教我在他家里面一边他弹着钢琴教我唱，一边让我在边表演，然后还有就是声音闭合不好，他也帮我就是通过这个气息的训练，通过正确的科学发声方法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何老师。我认为就是说科学的那个戏曲发声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我刚刚前段时间回团演出，大概连续演了四五场，嗓子也没有觉得好像我盯不住了，或者说特别疲劳了，然后观众也听了感觉哎，气息也下沉了，当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，还希望能够继续得到何老师的指导，然后能够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让自己的艺术道路走得更长更宽一些。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个跟我学这个栏目，尤其是这种形式，因为我是来自一个最基层的团体，我从学戏到现在都是自己慢慢摸索，行当之间倒换，这个声音的转换不科学，说是我嗓子声现在声带是息肉，但是通过何老师的讲课，这几节课以后呢，我感觉在私下的练的时候，感到受益匪浅。现在呢，我很能够避开很多的哑音，我估计，将来的话呢，我会慢慢的继续用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的话，我相信将来很水平的还能有所提高。虽然我年岁比较大了，但是呢，跟全国的戏迷们共同进步。成庄喊冤枉，他们状告。